冰还冰啊！是吗？这个比我冰还冰？冷媒你不知道，冷媒你碰了它会冻伤的。冷媒是液体气体啊，它很冰啊，不然你怎么可能这么冷？这都结水了，所以这个保温没有做好，所以它凝结。它可能是保温里面已经积水，所以它满出来。不是满出来，就是整个就是冰的，它已经整个都凝结成水滴了。那要怎么样用会奇比怪，较这好？个连这里都湿了，那是排水的地方。那它排水是怎么排水啊？它为什么会有？它从哪里来的水？